好，稍事休息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场单打比赛，这是由欧洲队的队长托马斯·莱昂德森对阵美国的麦克马纳。身穿红衣的选手就是麦克马纳。是2-1，欧洲队呢领先于美国队。如果这场比赛欧洲队实力最强劲的队长莱昂德森能够拿下的话，将会以3-1的比分领先于美国队。所以对于麦克马纳来说，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。刚才麦克马纳呢又是打出了全中，前两格是两连中。击中3号兵，显然麦克马纳对刚才的表现很不满意。哦，这次居然没有补中3号兵和6号兵，麦克马纳现在的入位出现了问题。在第三格，麦克马纳出现了失误。欧洲队现在形势非常好。看有没有全中，好球！托马斯·莱昂德森抓住对手的失误。趁机打出了一个全中，这样双方的比分相差将近了20分。麦克马纳的这个失误非常的可惜。
个非常强力的旋转，但是这一次呢是打得又薄了一些。留下了二号瓶，好球。托马斯·莱昂德森如果能够再一次打出全中的话，将会进一步拉开双方的比分。这次打薄了，留下了二八杯平。这个不重，双方相差了14分。好球，莱克马纳找回了状态。精准的全中，如果这个球莱昂纳多能够打出全中的话，将继续保持领先。如果是补中的话呢，双方将回到同一起点。漂亮，可以想象这个时候选手们的心理压力都是非常的大，而如果这时候顶不住压力的话，心理上稍微产生一点点小小的波动，就可能导致整个技术动作的变形。麦克马纳这一次旋旋打出分屏啊，自己也是感觉到不理想。托马斯·莱昂德森的机会又来了。